这一课我们讲太极八方线。太极八方线为什么要讲这八方线呢？我们百年太极上个世纪所有的书上，在50年代前后，这个八门五步十三式，前进后退左顾右看中进十三式都是方形的。朋友们可以拿书打开看看，方形的看，没有圆形的，是这样子的，没有这边方的。是这个形状，看。方形的，看。八门里面，北门、东门、南门、西门、四正、四迂、东门、西门、西北、东北，八门，五步就是前进，前进，后退，左顾右盼，中心。可以说，百年太极啊，都是讲这个。特别是最近，这个上个世纪末和这个世纪初，全国武术期刊呢，有些文章。有些拳家撰写文章什么呢？就说太极拳是点和圆组成。那么我们就要问一问了，你说圆点组成的太极拳，那么为什么是点和圆组成的呢？我们是不是要进行研究啊？要多问几个为什么，为什么是点。今天呢，我要把这些事儿啊，这圆点的太极拳呢，这些根本的东西，我把它解密，我把它说清楚。太极拳的点在这儿，是中心点。也就是说，你在练太极拳的时候，我学的这个无式太极拳呢，它讲究立柱式身形，就是你两条腿，它有一条腿跟地，这叫立柱。这个负重腿叫重心腿，不立重的腿叫什么呢？叫虚腿。实腿、虚腿、实腿，如果你右腿负重，这就是负重腿、重心腿、虚腿。另外要求你啊，立柱式身形，它就跟柱子一样了，你要实足，这就叫虚劲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这个劲，两点水的劲，两点水一个争字，一个争字，一点一争，斗争的争，争论的争，争字，静，虚叫虚静。比如我要这个是重心腿，它不分左右，分正西，我这个是虚腿，我要坐步，这个是急虚虚腿，这个是重心腿。如果你是右腿重心，这个中间点就在你右脚下，在什么地方呢？大家看，沿着你的裤线到耳朵是你的重心。人的重心在这儿，有的时候重心在这儿，这怎么能是重心呢？人的脚尖着地，像这个霹雳舞，有脚尖跳舞，它的重心呢是脚尖。我们太极拳呢，这脚要平松落地，所以到这儿是这圆就不圆了，就不是360了，而你就起不到重心的这个职能，它做不到这一点，所以重心点在这儿，才能负重，它才能负重。看，有的点呢，圆这个东西呢，你360的圆，大圆小圆都有一个边，看都有边，这个是它的圆。
太极拳有不同方向的圆组成，不同方向的圆环，这么一个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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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同方向，不同大小。那么现在明白了，太极拳的点圆出来了。那么还有一个理，太极拳讲究走弧线，那么我练太极拳是否要走360度呢？我是否这么走呢？它虽是圆，可是呢，它走的是半圆。我们的圆如果要分成几块，我这儿有一个八方线图，一分为二是多少呢？是1/2，180度。这是切开了，把它割开了。现在我分四块，可以吗？可以。1/4，90度。看，这一个90度，1/4，我现在又拿一块。1/8，45度，再割下去还能割，再割开1/16，看，22.5度，还能变小，还可以。如果把这一分为二是多少呢？是32/1，11.25度，以此类推。所以太极拳呢，再说走弧线就明白了。我们再以这个来说，现在呢，我们说云手，云手是180度，从东到西，从西到东。你看啊，这么看，它是不是一个弧线？如果你走云手的时候，从这个最西头寻这个线，走到最东180度，从这个东走到最西也是180度。太极拳要求你走弧线。现在你们看书啊，都说走弧线，怎么走呢？有的甚至不提弧线，就这么走。这是低点，看，从西往东，这是高点。高点到低点，如果从东到西，这个是低点，这个是高点，这个是低点，那是不是这么简单呢？这个点能不能做呢？也不是那么简单。你练拳的时候啊，你先行90度，从这说90度，因为他这个90度啊，这个90度我先把它立起来，你怎么回也是低点到高点，高点到低点，低点到高点，高点到低点，走时也是这样，循弧形线运动。太极拳不必须走直线，如走直线，云手它的练法是这样的，我们这个云手呢就走这个线过来了。现在很多练拳怎么练？直线走不开。太极拳呢拒绝直线和横线，他走的路线都是弧形线。那么以大动作就是180度，小弧线90度、45度。看呀，这45度呢也是低点高点，低点低点高点低点。我现在我这个视觉很小，22.5，同样是低点高点，低点低点高点低点。太极拳没有直线，直线走不开。练拳不管你动作大小，你应该走得开。什么叫走得开呢？还有我的手在走。
我的手在走，你走，横线遇到障碍，走不开了。这你就走的不对，看，因为你走的直线，我们要求你走弧线，看，我走到这以后挡住了，我不是这么走，我怎么走呢？我试着走开了，那么你再走180度的时候，看。 你是不是一次完成呢？应该一次完成。你初学者就不要这样。你初学者可以这样：低点、高点、低点，这是90度。你也可以小45度。低点、高点、低点、低点、高点、低点，看低点、高点、低点、低点、高点、低点。 这你可以走8个点。我们说，我们所有的式子都应该有8个角。太极拳的点和圆组成，大家应该明白了。这个圆是180度，一半、两半呢360度。看这180度加起来360度，把这切成4块，就是180度、90度。 45度、22度半还可以往下切，不管多小，它不是圆的，它应该是扁的。大家注意了，我为这个90度的圆里边有很多黑点，看黑点，这是最小的点，你可能看不见，看不见它，这都是点，看。 这几个点也说明它多小的点也是圆的，没有方的。你看这几个点全是圆的，圆的，圆的，圆的。不管多小的点，还是多大的圆，它都有一个中心点，还有一个边缘。边缘是什么呢？就是弧线，都是弧线。你看这个，有弧线。 看，有弧线就有这个高点和低点，每半个弧线就是你走的路线，都有低点、高点、低点组成。说我这180度，那你明白了，一说就明白。低高度、低高点，那这么小，也有低点、高点、低点。这一个小的圆呢，还是低点、高点、低点，这个比它小的。 也是一样，低点、高点、低点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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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低点、这是高点。你眼睛看着是高，实际是低点，这不是最高点，这是低点。如果你马上变成高点也可以，那你的低点在这儿，低点、高点、低点，那你的力点呢？ 要有这东西，看我这不行，我这转不过弯来，我都认为这高点也可以。那么低点、高点、低点，你必须走弧线。看，这个，这小，这个点比它小，也可以弧线，也可以有一个圆组成，这又小了，同样是一样，它是个点。 它也是弧线，也是360度，180度、90度、45度，还有22度半，就是1/16。它也是这么组成的。这个点又小了，多小的点也一样。看，这也小了，多么小的点也是一个圆，360度，大小不一样。这个点更小了，看不见。看，仔细看才能看到这个点。 同样也是圆的，也有180度、45度、90度、22度半四部分组成，同样有低点、高点、低点。那么现在大家知道了，圆，太极拳的点和圆是这么来的。我们刚才讲的点，太极拳练拳、推手。 走的都是点，看，就很小的点也是
360度，也分了这么四块，二分之一，180，四分之一，90，八分之一，45度，16分之一，22度半。小到最后，一个针尖，也是就如我们用的牙签吧，牙签的尖也是圆的，是圆的。就是360度，是360度的东西都能分成四块，它就有它的动作。所以你在走圈的时候，你要注意。现在我在讲点。脚底下这个点叫重心点，也叫中心点，叫你啊，立身中正的点。这点到哪儿呢？上下一条线。看，在百会，上面的点在百会，底下也是点，脚底下的点，顶点是两个点，中间还有一个点，中间是什么点呢？是练拳的点，失手的点，还有你跟对手推手的接触点。接触点和练拳这个点应该是一个东西，我们两个解释一下。这个点好解释，脚底下这个点也好解释，大家现在也明白了。我现在说呀，中间这个点，现在练拳，咱举个例子，太极拳练拳人对这个八方线点呀，能不能明白？他在不断的习练，不断的去练，才能把这个弄清楚。例如，我们起势90度上来，那么你在练的时候啊，手不用出力。我们要求呢，你练拳过程，你用力我们不管。练拳的过程就是退力的过程，你把你身上的力退掉。那么你在走的时候呢，你的点前，你的手之前有一个点，看，一寸就这么高吧，半个小指。半个小指长，这么高，在食指的前面，在这儿呢。你在走拳的时候，你设计一个点，那么就这么一个点，你的手起的时候呢，轻轻追这个点，你走他就走，你走你追他，我追这个点，前面有一个点，追，等你回来的时候呢，这个点追你。追手指，你看这个点就追不上你了。天长日久，你就明白了点在你练拳中的作用。刚才我们说这个云手，这有一个点，看，他在追，追你手指，你在走，走，跟着走，到这儿，到这儿回来了，从东往西，点在前面走，你追他。你这样走拳呢，你的运行的速度缓慢的程度很均匀，另外你的身体不出力。这个方法如果你练拳，这个方法就可以了。你运用了，你在练拳的时候呢，如果你还练云手，你拿着手，拿着手指前面半寸，看前面半寸，你的手指会扶着一点，这叫轻扶八方线。轻扶八方线，第一要轻，第二要扶，就是我们要求你啊，如果练拳，起码要求食指要空，食指要空，各个关节都要松开，中间要松，手掌要空，腕也要空，看肘要做到自然垂，肩自然下垂，接下来呢，自然松肩，自然垂肘，展指松腕，手要展开，腕要松开，
慢慢的这个几个部位呢就退力了。那么你呢在走拳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力点呢放在小指分开两块，一块就入在这儿，我这么长的距离拿着指尖啊扶着，看扶着走，扶着这样走，结束。从东往西也是扶着，都要用手扶着，这样容易出力。拿起来这个力是扶的，轻扶八方线，轻扶八方线是太极运功，传统的太极练功，练功的积累一个办法，从手上积累。那么我们再说一下，小的八方线你明白了，看顶的八方线你明白了，练拳中的八方线你明白了，这个八方线走弧线点你也明白了。现在我们再说说跟对方接直的接触点，这叫接触点，看这叫接触点，推我身上，这叫接触点，这个点呢是活的接触。你走这个时候跟这个点一样，你跟对方接触，你跟对方发生了接触关系了，对方要攻击你，你要攻击对方，推到我手上，接触点。那么呢，当他身上大家看到了他的一个长大的接触点，长多大这个接触点就有多大。我说现在呢把掌抬开拿手接触，这个接触点变手了，就是手指大的接触点。如果他用拳头推着我，这个接触点就是拳头这么大，看这个接触点呢不对位，说有这个多大，凡接触的就是接触点。那么接触的时候这样也是接触点，拿手指贴住我，看这也是接触点，这接触点就是半个手指头。这个接触点呢也可以分出360度，分成四块，180度，90度，45度，22度半，还要小。所以跟对方的接触点，那么我们现在要说的举手记忆的问题，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八方线，这个点呢接触点呢，你要接他的点，不要接他的面，看你的手来了扶正了，把你的手扶正了，这儿看不清楚，它是一个手掌大的接触点。你怎么你接触哪一点，它这个也是整的一个面积接触点，你接触什么呢，你可以接触这个，你可以接触这个，也可以接触手，别的你不要接，一接这叫什么呢，接点不接面，打点不打面。如果我想摆脱这个，我怎么办呢，我就走这个点，我就拿住这个点，我要打这个，打它是否走呢，为什么呢，我要走他这个手，看我失败了，我走不开，所以要走得开就要接点。他来了以后啊，一会儿接那个点，看那个点，看我要走的时候呢这个点还要放小，放小了呢我放在这个地方，我打这儿，你看打这儿呢是不是要接点不接面，打点不打面。现在我做一个弧线，我现在走云手，来你扶着跟着我走了，我从这面180度西面到东面180度，我走，我这么能走得开吗，看我这么走肯定走不开，他是阳跟我顶了，我对方没有错误，对方阻止我用阳是对的，我为了化解我用阳错了，我根本就错了，我现在想走使劲儿用力我走不开，这是我的错误。那么呢对方他是甲方，我是乙方，我必须走什么，乙方必须走弧线，到这儿我说的那个他是这么一个弧线，
这有两个接触点，大家注意看，接点不接面，他两个手就是五个点接触，我这个是五个点，这五个点我们不管它，我们管它叫什么呢？这叫不动点，这个点不动，这叫动点。那么动点呢，我也不能走五个点，我走一个点走到这个点，另外我走这个弧线，我走这个弧线，我的这个手指到这儿缠过去了，现在走，你看走得开了吧，是个弧线吧，这个弧线它不能抗力。再看这个横着的，我现在手呢横着往这里走，同样走不开，你看我要是走这个阳，我还是走不开，因为它是优势，我是劣势，我绝对走不开，我出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也是遇到这种横是种圈的时候，这里是低点，那个就是高点，这个就是最低点，看180度，我现在走这个90度，走90度，低点高点低点，我也从最低点开始，还是一样，我松条件，我先走了，这个不动点，这个动点还走这儿。现在我的口诀，上下一条线，脚下阴阳变，脚下阴阳变，头上虚灵进，你的顶要虚灵，脚下有阴阳变化，你认为脚下没有点，头上没有点，站在这儿不稳，看我遇见很多呀，朋友他站桩站得很好，可是呢站桩的缺陷呢，它是个死动作，不动桩就是站，他站来站去啊，我用弧线，我不知大家能不能理解，他站桩的时候啊没有这个弧线，你看没有这个弧线，他站的是死桩，没有这个点，看他就是站桩站得稳了，可是呢他的周围没有360度，也没有180度，他没有这四块，也没有45度，也没有22.5度，就站桩，可是你要蹲下来的时候，你按度数推他，你这么推吧，你从接触点推，你这么推他，从低点到高点，你看这不是低点吗，好，这是他的左肩，推着他的头是高点，右肩是低点，你往这一放的时候，你就高点低点一推他就动，如果你直推呢可能动不了，为什么呢，他装好，所以这个弧线的作用啊，就是我们的推手的运用都是这个问题。现在我们继续刚才说的点，看线点面点圆，这些有关系，看我们练拳呢要练成轻灵圆活，轻灵圆活求懂进，为什么叫轻灵呢，为什么圆活呢，老前辈留的这些话都有它一定的原因，有它一定的道理，那么我们现在呀是传道，古代的有一哲学就是传道不传义，今天我们是传道，把太极拳的道理给他讲清楚，同时呢把术道义给他讲清楚，不但传道也要传义，古典哲学是传道不传义，现在我们说了，你现在明白了，太极拳是点和圆组成，这个大家知道了，看为什么点和圆呢，大家也清楚了，看点呢有几个点，三个点，脚下的中心点，头上的虚灵点，中间的接触点和你练拳的灵活点，看我们再引申一步讲，就是太极无手，处处都是手，周身上下都是手，是什么呢，周身上下都是点，太极无手，周身上下都是点，胸前呢
你用这个拳头，就是拳头大的点，你这个掌呢，就是掌大的点。你用胳膊推对方啊，这里全都是点。看，一个椭圆的东西，说点点，身上都是点。还有呢，就是点点巨打，点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是空的。 刚才我说的是纳米，纳米这么小呢，用高倍、放大镜、显微镜都能看见。可是你身上的这个点呢，这东方文化和西方不同的一点。西方文化叫解剖，什么叫解剖呢？没有，不信。东方文化不一样，东方文化讲的是精血和络血，看。 讲的是经络学，所谓经络学呢，是似乎也有，存在。看，我们回来再说说。我们盘这个架子，太极拳开始练拳，叫练拳。我练这个拳就是不熟也熟了。当你熟了，你就是全身练熟了呢，就不要再慢慢的练了，你就是这不要一动一动的，要连着练了，这叫打拳，叫打。 一般说练拳，你又进了。你打拳打熟了叫什么呢？叫盘拳。下面我把盘拳解释一下。盘，是不是这叫盘？盘起来。你看看蛇，盘起来。那么我们拳也一样。为什么叫盘起来呢？盘起来，还有一个术语叫盘架子。盘架子，为什么叫架子呢？ 你天天练拳，每天打拳，每天练拳，每天盘拳，你的周围用拳盘住你的线路，那么套这个线呢，就是建筑材料。你人站在中心点，我现在是右脚重心，我的右脚重心点，左脚重心点呢？举个例子吧，我现在是坐步，出右小臂。 左脚重心移到右脚重心，这个底下重心点，左部呢是左脚重心重心点，现在是右脚重心重心点，这两重心点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说明淤陷。我们这个八方线呢，大家刚刚说了，这个中心点，这里有八条线组成，前面四条线，后面四条线，前面叫南正线，大家记住了。 南正线有一种说法叫正线，有时候不说难了，就说左脚正线，左脚这个是正线。那么你说东线呢？这叫东正线，西正线，北正线。如果我现在正线、东正线，我这脚前面东正线，我现在站在西面呢，这叫西正线。看。 后面这条线呢，北正线，四条正线，还有四条淤线呢。如果你这脚这叫重心，西南淤线，东南淤线，西南淤线，东南淤线，你在线上站着，过去有人会这么说呢，斜与正。如果你人站在这淤线上，不是斜就是正。 因为你在线上站着，哪儿来的斜呢？别人看你是斜的，可是呢，你的站位是正的，这就是东西南北中啊，自正似迂，很清楚。那站在这个线上，斜单边，斜单边，看，还是正的。即使别人看你不正，你很正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是推手练拳。 方向方位很重要，比如这个说吧，我的方位多少呢？东北、西南，我的方位。那我的方向呢？东，看我的脸，东线，我的手呢？东边，我的视线在东面，我的方向正东，东北淤线，我的方位是东北、西南。 大家要搞清楚，为什么要搞清楚？推手很重要，你推着自己也搞不清楚，这么站，你不要推。
你就输了，你已经输了，所以大家呢，今后要注意，要搞正。我在说这个改变思维的时候说过，看，叫画以上，接以下，是灯笼，或者说是空杯子、水杯，空的，让别人觉得你这么练不行，湿了，一碰就倒了。我空的。 我这个很空，我管这个含胸不叫含胸。为了收胸、胸窝，以后还要讲讲这个。这是我的呢，我这个意思呢。你有这个条件，我们以后还要讲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呀，你记着你的方向方位，不错，保持中正安舒，保持空胸、空腹、松腰就对了。看，胯下，永远保持不动。 那个杨露禅的老师呀，叫陈长兴，陈长兴有一个美号，叫什么呢？排位先生。我们知道，这呢，中国人都懂这个。我们有祠堂，我们有一个祠堂，张家大户有张家祠堂。排位呢，你到北京劳动文化宫，是清朝的排位。 他们有一个供奉的牌位，各朝各代的皇帝，这牌位啊，没有地震，从来不动，除了挪挪，要么挪挪，除了牌位不动，你怎么变换它也是正的，它却不能这样待着，这么待着没有，我爬着没有，牌位要正。那么，杨氏太极拳大师有一个大师，汪永荃说什么呢？ 你站在那儿，这个练太极拳的朋友和同道练太极拳的朋友同道，你一定要牢记太极拳什么呢？像撑着一把伞，他们说捧，你像撑着一把伞，伞是这样的，并着的，还有一个呢是被人撑起来了。如果你要是往起撑，有动作了，我的体会就是意念，在你身上撑起一个。 看，这块地，再说简单一点，说什么呢？这块空间是你的，撑起来的，不会失败，甚至不会瘪。那么练太极拳呢，身形有三大病，最忌讳了，一个是什么呢？凹凸，看，凸起来，凹进去了，这是一大病。还有什么呢？断续，断断续续的，中间有空隙。 再有就是什么呢？缺陷。太极拳生有三大病，就等着什么呢？你这圆现在不圆了，看你出肩了，不圆了，出肩了，或者你凹一点了，凹一点了，看，这个重心脚，这个断续、缺陷、凹那是瘪，你一瘪呢，对方就进来了。 对方开始，那你没办法，你往前一出肩，对方的这个肩就打你，所以我们呀要把圈盘清灵圆活，盘就是这样，看盘架子，所以你用你的套路的路线做一建筑材料，在你身边搭架子，我就搭一个架子，我就这么搭一个架子，我就这么搭一个架子，你身上的架子乱了环节。 你身周围就是用这个太极拳的套路路线，用弧形线，前后上下都是架子。你站在当中盘架子，你这不是在练拳，盘架子，你在扶着路线呢，扶着走，天天扶一遍，看，用这扶一遍，老扶着它走，我的手过来以后，看，扶着。 我就扶着路线走，老扶着扶着走，你这么看它是圆的，看到这儿回去了，所以盘架的来历就这样。我现在为什么要说弓步和坐步呢？你坐步，还有现在你坐步坐到这儿，你的这条线东南有条线，西北有条线。如果你现在呢，从坐步。 变成弓步了，弓步了，弓步的重心在这儿，脚下中心点。
这是南正线、西正线、东正线、北正线。这个呢，西南迂线就是东北迂线。看，这是东南迂线，后面是东北迂线。你这重心点的变化，就你这四正、四迂的变化，这点呢，我们练拳的朋友们呢，因为你是立正伸直，现在有人双重，他不动呢是这样，双重这样呢也是双重。从我练拳的体会，我练自然太极拳呢，双重是过度，瞬间即逝。看，单重是绝对的。那你说哪是双重？你这个斜单边、正单边是不是双重？是，但是它很快。那单重呢？双重又单重。看，上步，它是过度，瞬间，绝对的，就是单重。看，单重重心，大家在练拳的时候要注意，你的每个动作脚下都是中心点。我们不说左脚右脚重心脚，我现在是坐步自然走，这走正线，如果我右脚坐步，右脚就是重心脚，所以重心脚和虚脚要搞清楚，尽量要搞清楚。看，今天我说几个问题，就是脚底下的点、顶上的点、顶上的点。现在我再说一个问题，百年太极打的时候，你看顶这一个，一说就是百会，那么我就有点不明白了。那么晨心呢，有一语诀叫什么呢？天地大太极，天地啊，人身小太极。太极拳呢，太极也是阴阳组成，咱们人也是阴阳组成，二说这个人呢也是小太极，不得不练太极拳。他是人类啊，人是动物，高级动物啊，他也要接触太极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头脑很发达，看，思维很发达。为什么动物不能接受？所以说人是动物，那么人猿也是动物，但是他不行，他脑子不发达。猴猿脑子发达，但是呢他接受不了太极拳，他不能作为太极拳的载体。人练太极拳，他是太极拳的一个载体。太极拳的功夫近身，太极拳的功夫能近身，是因为你这个点圆弧线用意不用力，这就要求用意不用力。如果你轻浮的时候用力行吗？这不行啊，不可能。你自然的轻盈的走，用力走，你的手指头呢长一点，你明白没法用力了，你只能用意，用意扶着点，扶着这个线走。看，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不习惯，不要紧，你从现在，我认为我讲的这个有道理，你理不清，你怎么练拳呢？所以你试试，你练了十年八年，或者自身呢练的时间又长，老觉得身上僵硬，你不妨用这个办法。那你的手指出一点，我们叫出肩，也叫出头，出肩也叫意念出头，去扶着它，轻扶八方线。你一提轻扶八方线，你的脑子有一圆，看，就这线，这个也是练拳之中必然之路。你只有轻扶八方线，你才会从脚跟松松到手梢，脚底松松到顶，这就是太极拳这个循规蹈矩的练法。而我不循规蹈矩，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太极拳就是它的品格，你怎么说都行，但有一条，你不循规蹈矩，不按太极拳规矩练，你的太极内功不上身，这是规矩。圆点看是规矩，弧线是规矩，八方线主要讲的是太极拳的点和它的圆和它的弧形线的来源。希望今后呢朋友们拳友
同道，你们练拳时试试，用这个点，用这个圆，用这八方线，会收到很奇妙的效果。